老子吃火锅，你吃火锅底料，老子喝奶茶，你喝奶茶渣渣。哎呦，怕嘛？我小虎呀，你是好久来这儿上班的？你管我的。我好想你哦，小虎呀，我晚上可以请你陪我看电影吗？晚上没得时间啊。好嘛，没时间我走了。等一下嘛。咋子？把手伸出来嘛。好嘛，来。哇，你今天给我油死了！你是你屋里的儿子啊？你嘞？哎，嘿，富阳妹妹。啊。你今天好漂亮哦。谢谢。明儿过来上班没有？他今天没有来。那好吧，我先回去了。不，等一下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说件事。什么事儿啊？听说你非常喜欢喝可乐，所以我给你准备了超大一瓶的。然后这个是杀鸡的哟。哦。然后这个呢？这个是在你精力充沛的时候用的。我，你不在的时候，我平常也用这个。这个狗粮。这狗粮我不喜欢吃这个狗粮。哎，明儿，不是说你没来上班了？哎，明儿你听我说呀，明儿。哎，别走，这个你不要了吗？这个，哎呀，你放手。哎、你不要。明儿，哎呀、啊，你不要走，给你，来过来了。明儿，你还在这上网啊？我找你妈半天。哥，你不要管我电脑嘛？那你给我一个充分的理由嘛？我可以请你喝奶茶。哦，今天变通事了啊，请我喝奶茶。好，不错不错不错，好，可以。哎，你的奶茶有点特别哦，啷个有股臭味儿啊？就是那会儿那个袜子是我从垃圾桶里面捡的，为你精心定做的。哪个让你换袜子？你不给我早说。那你没啥子欺负我哟？我欺负你？我今天没买保险，我日你个瘟嘞！我看你还敢欺负我！老子要去医院洗个胃，你还跟老子得瑟！我日你妈！我最看不来你这种感觉！你笑，你笑个锤子！我关你电脑！来，终于找到你了，你还在这儿了？你昨天给我喝那个袜子奶茶，你让我吐了，你给我出来！不出来！你出来！就不出来！老板，你们王哥在这上网偷懒。出来就出来嘛，你莫吼嘛，哥。我不吼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哥，你消消气，请你喝杯可乐。可乐我不敢喝，你可乐里面有东西。没得东西啊，你看嘛。好嘛，你拿来嘛。哎。我最喜欢喝这沙堤蒙的可乐。我告诉你一件事，那杯可乐我哥喝过。你又想套路我，我日你个瘟了我！阿姨，你今天再欺负哪个见面，我可剁死你！哎呦，我欺负他，我也没欺负你的嘛！你也想欺负我？我欺负你啊，我没欺负。给我滚！滚！你滚回去！滚开！滚！嗨，妹子。咋的？那天那个给我换袜子奶茶那个女娃儿来上班没得？她今天没有来上班哎。老子找她要一上午，我今天是来找她算总账的。我是你社会屌哥，人帅婆娘多。没听说过。好嘛，气死宝宝了。来，给我消消气嘛。来，我给你准备了个奶茶。我不喝，你们网管都是套路，里面有东西。没得，你看嘛，这是密封的，而且还是保温的。好嘛，不喝白不喝。哎，妈卖批，你还是特别好啊，以后天天来调戏你哈。哎呦，哥你就不要来调戏我了。好嘛。嗯。哎，不对呀、啊，你里面有东西哦，这啥子味道？你里面是个啥子？你那是啥子？你那是啥子？哎，是哪个？说，那个味精奶茶是哪个给我放在里面的？你不说是不是？你雕哥一发威，狂饮杀精水300杯，在那边是不是？好，我不怪你了，下一个。哎呀，对对对，是你个小鸡儿，是给我放的姨妈巾啊。哎，东城楼嘛。请你不要跟我讲英文，别以为你的名字叫明儿，我就不敢把你怎么样。你再说，我就把你按在床上，再让你吃一口我的火腿肠。滚！哎，你没得凶，你还要那么凶啊？你没得屌，你还那么屌的嘛？因为我叫李二屌，我深藏不露，晓得不？王本001号下街，给我下街。哥，我错了嘛。不要用你的美色来诱导我。错了嘛。拜拜。
我是你个哥耶！这是哪个？这不是传说中的吉尼哥吗？你这装备，我日你妈！你还戴个三级摩托车头盔，无敌了我的哥！买不买挂？啥子挂嘛？飞天外挂。好多钱嘛？8888，保准你能吃到鸡。好几十个哟，不买。我日你妈！你还不买是不是？那我免费送你一个下机挂嘛。前台001号下机。我最近我听说我很多老铁都是单身，我决定把你送给双击的人，把你送给评论的人，把你送给关注我的人。帅哥，我送给谁？我也是单身。我也是单身。你满满抽抽的口卡，怎么工资上去了？你小小小。王本呢？你给我过来一下呀。你告诉我，你这个是啥子套餐？你这个米饭，你得给你妈个乡巴帮死你！还有你这个火腿肠，哎，是公的吗？哎，发情了吗？你看，哎，怎么这么硬，牙齿都咬不出不掉？哎，你让我怎么吃？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哥，你点的是我们本地新推出来的海南凉面套餐，如果你能将它吃完，我们将会赠送你88元往费哦。88块钱往费就想套路哦？哎。哥，我想你不是一个喜欢吃软饭的人吗？我是一个吃硬饭的男人吗？哎，我不在乎你的88块钱。你，我名字叫李二雕，你居然敢套路我，你想过去吗？哥，我是你个问的，你今天那个套餐跑出来，兄弟们双击过50000，下个视频前吃这个套餐。王哥，你在装啥子？没了。你打王者吗？难道我就不能打王者吗？我看看呢，你打哟，你哈呀打他放一大堆了、哎、你打看啥子很了，你恨我认不得我啥，我啥个我认不得我。嘿明磊，你回答我一个问题，只要你回答正确，以后我天天吃你的这个热狗。晓得。床前明月光，二吊想婆娘，下两句是啥子？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错，只要肯上床，价钱好商量。滚你奶奶去！我走啊，兄弟。妹子，你小锤子，给我来2杯杀精猛的可乐。你不是肾虚吗？我肾虚，我还要喝哟。跟我去。好。我能送你回家吗？可能外面要下雨啦。我有伞嘛。我想今天送你回家。还有哈哈的小拜拜。好，这我走。咋又是你？你说了明儿的交不交是我的，你还跑手哈？你说你把错说说。哎，不要以为你拿个扳手我就怕你了。你是穿越火线打多了吗？哎，打你妈个扳手！哎，你先别我看你哈。你来呀，老子买点保险，你老子兄弟。哎，哥，明儿的交费钱肯定是你的哦，你先消消气嘛哈。你看到你妈来了，你带她来。你去你妈的！大兄弟，我是你个闷的。慢点嘞，你来量我哟！我死心吧！你跑快点，兄弟，你没吃饭吗？大兄弟，你跑慢点！大兄弟，跑慢点！你妈，你要饿，不要追了，哥，走！